这场三月雪就像是为我们而洒下的，在大队人马步伐维艰的青旅临风后，又大方铺展出如梦似幻的层叠山色，仿佛打算将之前我们错过的、等不到的一次全数放送眼底。雪山峰顶光影幻化，没有一个人不沉醉在这幅如丹细照的视觉震撼里。终于，小白飞出了雪山动人视角，缩时摄影也完整记录到最后。圣棱线上不舍得留着最后一抹霞光，东山大哥的林班哥提醒着下峰顶之路还有一号冰斗急降的冰雪坡，以及一座神秘的黑森林等着我们。刚头探出来，现在在下山的途中，经过黑森林，发现台湾野山羊，有看到两只台湾野山羊，再慢慢靠近，看能拍摄记录到。大家先不要动，它有机会，因为很冷。有。现在在我们经过的树洞里面，确实确定了长鬃山羊就在里面休息。刚才它的头就探出来，希望能够捕捉到更可爱的一个画面。皇天不负苦心人啊！我们居然在最后下山的路途中拍到台湾野山羊了，我还想这次应该拍不到了。就终于拍到了，这个也算是雪霸国家公园里面它的一个保育，还有山友它的观念非常好。那加上我近几年在这边扶琴，确实看过长鬃山羊住在这个树洞，由那个树洞走出来。那我们那天经过的时候，发现它的足迹脚印都还是很新鲜，表示这里还是它的一个活动范围。所以我们相信说，应该就是有那天的做功课。那我们今天在回程的时候，就很顺利的在他的家门前跟他巧遇。对，这就是巧遇。对，这只山羊真的很可爱，圆滚滚的，胖嘟嘟的，有两个角，最明显特征就是喉咙这边有点土黄色，因为它有长角嘛。你看，它是公的母的？母的，确定是母的，因为它尿尿的姿势可以做出判断，还有它的体态就可以做出判断说。这个山羊是有生育过的，母的体态是怎么样？它是比较肥啊，然后这个季节就是一定要长肥肉，它肚子比较有胖起来。哦，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只圆滚滚的，就是母的。那它刚刚一直在感觉在咬东西，它是在反刍。反刍，对。有点像我们在高山看到台湾水鹿啊，在吃草吃一吃也一直在咬。对人的警戒心好像还好，因为今天的风向刚好是过去的老猎人会交代我们，风向往下的时候就是最好时机在打野生动物，因为野生动物他们的眼睛不是那么好，他的鼻子非常灵，两公里以外他都可以闻得到，可是他的眼睛是要近距离才会判断说是敌人还是同类的，还有他刚刚的那个姿势的尿尿就是。外八表示说他真的有生过，他知道一定要脚开开的才比较方便尿尿。对，因为大家都蛮安静的这样靠过来，所以没有太惊扰到这只山羊。所以像东山大哥以前常在山里面跑嘛，像牧农族啊，长鬃山羊要怎么讲？犀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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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像以前你们在山里面也常常看到长鬃山羊？像20年前跟长辈在。狩猎的时候看到他们，如果说这样的季节哦，那个山羊都在躲在那个树洞里面啊，我们不用到外面，我们就直接找树洞，他们一定会在里面怕冷嘛，就在里面休息啊，他们至少就在附近啊，回来在树洞休息睡觉这样。哦，
就是会以树洞为一个中心，对对对对，然后会有一个范围这样活动，对对对，所以像这山羊哎，可能有可能待会又会回来，对对，它等就会回来，哇，真的蛮幸运的啊，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啊，这么好的天气，我们登上雪山主峰，然后再下山，经过黑森林啊，就终于拍到我们这次的愿望啊，就是拍到台湾野山羊，然后在雪地上走动，虽然拍到的。画面不是说很长很长，但是也起码就是说完成了我们这次的任务啊，是的，两个任务都完成了，都完成了。这次设定的两个目标，一个是翠池的圆柏雪景，那一个就是台湾野山羊。我还想应该拍不到了，真的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气好了，气好了，刚看到山羊又去逛街了，又去散步了，应该待会就回来了。不过我们也要赶快回到3699山庄，因为。也蛮晚的了，是 okay, 是是，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窝了。让山羊也回来睡觉，要等睡觉，让山羊早一点休息。两只呢？我刚才看的是两只。麦哥几乎是眼角噙着泪水，目送这只扭动着浑圆肥臀的野山羊，循着来时蹄印缓缓走出视线。而这只阿青口中已有子女的母山羊，或许边踱步边纳闷，这群人不是前两天才打家门口走过。即使是在黑夜得见他的可爱身影，但麦哥已经足矣。这几年雪山黑森林里居住着几个野山羊的家族，和来回山友友善地打过几次照面后，竟也习以为常地晃荡着这片黑森林，绵延子孙。麦哥自作多情的心想，今夜他该是刻意等着看我们吧。终于到了，终于到今天住宿的地方。又回到3699山庄了，因为已经很晚了，要小声一点，安静一点。今天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就下山了。早安，天气暖和多了，真的是风和日暖，春光好啊。昨天摸黑到10点多才下到3699山庄啊，早上起来3天后再回到3699山庄一看，哇，景观又不一样了，雪都融得差不多了，只剩下一些残雪，变化真的是很大。那今天大家心情就轻松多了，就是整个拍摄任务也算圆满的完成，所以今天等于是回家的路，所以待会我们越过东峰下到七卡到武林农场，然后各自回家。经过这几天寒流的洗礼啊，每个人都留下寒流的痕迹啊，不是晒伤啊，就有一点像嘴唇啊脱皮啦、啊、以后我们都要注意这个装备打包好，我们就要回家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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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都哈呀都那马西瓜哦，开发开发塞金塞金，你诺不下马东东南，马哈尼摩尔摩耶那伊萨，伊诺伊萨，咕噜马哈。
不要讲话。MIT 台湾之雪山翠石拍摄任务成功，我们回来了，大家辛苦了，来，你要下班了啊，下班了，下班了，散会了，散会了，这么冲了，呼呼呼，大水池登山口上方还闪耀着这几天熟悉的灿烂金光。从369出发后，向导回家的歌声已经急切地反映归心似箭。这是一趟难以预测却不可思议的美妙山旅，也是 MIT 台湾志行走山林百越多年从来不曾遇上的美丽雪景。甚至雪山主峰也开展大景相迎，峰回路转后，野山羊还等在那里。麦歌已经按响，冰斗玉山杜鹃花开时，雪山再让我们惊艳一次吧。